Nice Sports， 我们的第一个周年一定要有你！谢谢。在这边的林马杰森、陈晨威。发掘更多职棒好手 ，SSK 台美未来之星测试会日前在新北市登场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科学仪器，把年轻球员的数据量化过后，交给中职以及美职球探作为参考依据。总计吸引了30位选手报名参加。井然有序的动作，充满朝气的喊声，一大早小球员们个个汗如雨下，体内就像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把握每分每秒，调整到最佳状态。哪里？推球检验上肢爆发力，第一次透过科学仪器测试手背和投球能力，即使陌生也要全力以赴。因为这群平均只有12岁的孩子们，可是台湾贝比鲁斯棒球联盟的代表队，准备远征美国。往前丢，哇！石头，哇！教练，小朋友不是有跟你们讲说别人不能进来吗？有机会，哇！很好玩，很好玩，超好玩。明年要不要来？明年我要来。好不好玩？今天来的这一次，这一批都还蛮热情、蛮活泼的，对啊，那我是觉得其实这样子的感觉还蛮好，对啊，那很可爱，对啊，然后也看到不少就是哎，真的好像蛮有潜力的一些小朋友，对啊，他如果有兴趣，其实是可以玩看看。我们等一下喝完水之后，经理。So in terms of the local baseball clubs, it's obvious there's a nice selection of kids that come here. I saw videos of your tryouts and skills tests. It seems like that's only going to grow and get bigger and stronger. Having a venue like this, a facility like this, that generates a fun interest in baseball can only help. Watching baseball and softball grow in this country is going to be wonderful. Hi, cheers, say hello. 我们的纯粹的希望
都交给的是富邦总冠军成员林奕豪啊！哇，这球打得不错哦！哦，上看打了，轰了！这有点是变了心的朋友，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就像青春的小鸟回不来了。Nice boss， 联军在六局下半这个时候，富邦总冠军的成员林奕豪击出了一个逆转的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出去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大字形，漂亮。来，三个。打进了吗？再吼一下，就快要赢了。那我们九合会打到礼拜五吗？Nice， 球完球了。你可以去站林湘旁边。没有，大家都是我的。你不要面有难色在我旁边。不要。一直幻想你在我身边，牵着你的手。完了一整年的回顾，是不是跟小编一样眼眶泛着泪光呢？为了诚挚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，所以我们 Nice Sports 周年庆折扣活动当然不能少，除了有点数四重回馈之外，还有精美的礼品供大家抽奖哟。我们的第一个年一定要有你，赶快来帕菲克运动基地，好礼抽不完，